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届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我们107年十一月十一日啊，本来课程安排到大凡寺。啊，因为我们第五届的同修王庆瑞啊讲师啊，他天命已具足，所以回家了啊，他就先回家卡位，所以。今天中午选在中午我要去奉送他一程，所以我就把课程我调到大安寺来，这里离比较近，我先来这里大安寺这里上课上两节啊。人来世间上有机会当同修同学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事情啊，这个是善的因缘，不是恶因缘。啊，王庆瑞同修，玄士讲师，啊，他在8年前受命，啊，受天命老祖指示他到日本大阪道场，去那边转法轮，转了2年。啊，后来因为户口户籍的问题，所以来来去去就很辛苦。啊，那王贤士呢，王讲师呢，就跟我说：“师父啊，啊，大阪道场能不能请他，让他请辞，回到台湾来这里。”那我说好啊，你既然这么讲，啊，那你就回来好了。回来，但是我们修行上课你不要停，因为你的法缘，一个人的后面，你有累劫，跟着你要来世间修行，要得到这个法义。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啊，都还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我们正常上课的时间你一定要来共修啊。后来回来因为比较忙嘛啊，他就没有时间回来上课了，没有时间上课了就比较轻松，都时间都破病了啦，也很可惜啊。啊，那么我们王庆瑞玄士的他的老婆阿妈棍拢是跌的，生这个妈咪低头回啊，这个毒鬼。毒鬼的，这个咱甲状腺的毒鬼拢足症诶，无法度开刀，唔敢开刀。啊，到尾安怎？刚好
一个因缘，哦，我去我们易经大学，那时候我就跟圆道法师去勘察，第一次买要买易经大学的土地28甲的时候，一位邱先生介绍人讲一讲讲一讲呢，啊，我说决定要买这块地了，30分钟，2亿，我甲决定无钱。啊，圆道法师，师父无问题，我台北先调来，因为台北专好嘅人，就是咱一届到11届，大家谈今天这一班家啦。哦，那好了，把这个决定了。时间过呢，邱先生一家讲呢，师傅，我报你一条药啊，我什么条药啊？青草啊，讲大唔贵的，足大粒的，药食袂袂好，啊，唔给人开刀的，报一条一条，我啥？鸡卡鸟。给卡叫10支，哦，七德顺1支，啊，落去炖，用着迄个电锅落去炖，炖2点钟啊呢，啊，啊，淋些水落去炖，然后呢，给卡叫含七德顺，落去食，会好，啊，就是安尼，食一阵下来，煞直直消呀啦，来，我等下，我甲那王清瑞，甲伊讲讲啊，这件代志，啊，夫人夫美，啊，这个地用安尼食，一定会好个啦，嘿，啊，老祖同意我，甲你报这件互你食，老祖若无同意，我唔敢去报，啊，那，你也照安尼食，做了食会好咧，你也发愿，后尾安尼来服务。就是因为老婆这个救起啊，吼啊好起啊，所以才甲发愿讲，伊要去日本过道场啦，是安尼排安尼原因啦、啊。而且那边王庆瑞也至于，哦，嘛就伊嘛真孙，啊，自己真好讲，哎、啊，儿子在日本。公司上班，所以我派他去日本道场，去过大阪道场，安结一些日本的朋友，这缘分。啊，所以他两年话发现了种办法呢，所以要回来了。我甲动，我动一个毛，伊讲未使嘞，未动你啊。哎哎哦，这真忝，哈、啊，真忝，好了不？那我就把你的愿好了，无偌久嘞，回来，因为你守护神道场和守护神一起共转法轮，而他停下来，守护神护法神，啊，被这该转法轮都没有方向啊啦，啊，所以他就开始生了病。啊，怪病，啊，一躺到今天中午，就不会再生病了，啊，就走了，啊，回去了，回去卡位了，啊，回去，因为等于伊爱困的大的板内底啦，大的板啊，大的板子啊，大的板内底啦，回去了，啊，这就是。那一个人来世间上，勉励各位同修，能做尽量做，能修尽量修，好、哦、不要放弃，啊，那除非很不得已，那我们一定要有始有终，无道一以贯之啊！祝福各位。
心行事，各位所行善知识。人来世间上的善因缘啊，是四面八方，而且是十方上下，就是物极都天与都地，所以有十方。十方的善因缘，我们绝对不要去忽略了。所以最近以来，我看到我们前世同修，有的同修呢，也许有好的其他的善缘，他就跟我说：“师父，我不来修你这个法门了。”我说：“可以。”我要去修什么法门比较能就近？我说好，你去修能就近的法门，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债务，两个债，事业债务，第二个人情债，你一定要赶快把它还清楚，你修这一个法门你才能够修成就。若是这两个法门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你修什么法门都没有用。有的同修了，一个师父，安尼我听有啊啦，我阁继续阁读了就对啊，我无叫你继续阁读啊。睡在你啊！啊，过几天来，师父，我要上啊啦。我当下想想唔对咧，当下能够帮我忙解决我的烦恼的，只有王禅老祖，我都解决我的烦恼俩。所以真正要修行、学佛，我告诉你，我现在顺便告诉各位一至十一届的同学们，你要学佛和学老祖。老祖没有欠人的债，佛也没有欠人的债，没有欠人的存情债，没有欠人的业。涅槃就是没有世间的烦恼业报，所以我们人都还有烦恼业报，还有业力，所以你要学到佛他的境界，你首先一定要先从入世入世，该做的把它做好，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去做。那么好了，还有业债、业障的债，你怎么样去偿还到的债呢？有时候早上我去看了我们基金会董事。廖崇龙董事，他要买一块，他的工厂地，因为他现在的工厂地可能会新北市政府会重划，他会自闭另一个厂要搬厂，他就是看了厂房看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到这几天他找到一个厂房了，看了一看，哎呀，这一栋我可以改。那这栋房子呢，做东向西，这个都是工厂，别人工厂。这个公司的办公室在龙边，在龙边，所以这家公司越做泥泥浪浪，所以就要卖掉了。那么我们廖崇龙董事呢，他来看了这个是不对的，他就悟了，
啊，不对，这里有一个龙龙池，这龙最哈啦哈啦，这龙的干，后洞白虎洞就虎洞。啊，这两个问题都弄不丢呀。这么是办公室出来，虽然是龙边水洞，但是整洞都是虎洞，这个就虎，这个出来也是虎洞，哗啦砰砰，哎呦，这样做一起来，公司若无倒起嘛，半条命。所以廖董事呢，啊，他很高兴的。啊，决定跟他买，输是，然后一得病，啊，所以他就要跟他买起来。大廖董事说：“若是叔父没有说过，我不敢买。”啊，有的人会以为我，你起码的迷信，迷信的叔父，迷信个最多一些哈。啊，因为。你不同，你的道和我的道，天道大公无私的，所以你的原来设计的工厂的哦，办公室龙边很高，哎呀，那十斤高斤高拢倒，还袂倒那个只皮皮刷，这个看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我们法门老祖。是要大家先安心，先安家。事业你不安，你哪个要去跟人家打坐？你坐得下来，我才不相信呢。所以我们的法门同修，我们一届到十一届的同修，我们现在一届、二届应该没来上课了呢。你们已经是平心闲事了呢。这就很浅的课题而已啊！你来谈，你来就还了呀。师傅，那来公家欠来，这个功课呢？但是这个实力的问题，给你们正道，所以我给你们正道。正道啊！你们有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了解。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入我们不贫，出我们不富。啊，入我什么门？王禅老祖的法门、心门，你绝对不会贫。啊，你要再修行，怎么修？你再一修，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很麻烦。所以当下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啊！所以在我们大安寺啊，大安讲堂背后，我写了两个对联：妙华无处寻，当下。妙法无处寻，你别说找什么法，当下即是处。你哪会巧会知的人，进入王禅老祖的法门的，你们一定要足欢喜足感恩呢。恁的祖先有德，祖德流芳啊！你们所拜的神佛呢，啊，带你们来与王禅老祖阶段性的续这个法缘。啊，和我们所有过分之道场，啊，我们所有同修，大家续续这个缘。所以妙华，你要找妙华，没有地方可以找到了。当下，你要去悟。所以当下即是处就悟，要悟。啊，所以你不悟，犹如夜多灯嘛，无窗暗室多光明，可可从不上老用嘛。各位要注意哈。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昨天啊，老祖开示我要为各位讲解风水学诸天机。风水学可以知天机，千真万确。大天机、中天机、小天机，寥寥分明。所以在三年前，联合国195个国家领袖会议的时候，啊，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共同的烦恼就是如何防止世界之贫穷和饥饿而发生的战争。这是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完完全全提出一个很完整的妙法。而当这个消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基隆道场举办维古文化古著精用我们论坛的时候，简又新部长提出这个问题给大家，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很高兴，但是又很烦恼。高兴的时候，就是老祖传这个妙法给我们，只有维新圣教可以来为天下苍生解决这个问题。烦恼的事情，师父的能力可能有限，需要带领一群，一大群的所有我们维新弟子们，共同发大心、发大爱、慈悲心，来转这个法轮，才能圆满。所以回来这一年整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检讨，如何来做到这个饥饿与贫穷的预防。所以在9月15日，大凡是这个三轮金銮殿玉皇大帝圣像开光点眼的时候，又天上正式降下来这个匾额，上升降下来天命，就是要我们防止世界之饥饿与贫穷而发生之战争。看到我很高兴，将这个讯息传达给我们的维新博士班，传达给我们所有维新弟子同修们，这是一次喜事，但也是一个很繁重的天命和任务。所以现在开始来，我就要积极的为各位我们来讨论如何来做到这个的上天交给我们的天命。所以老祖师尊标的这个大钢珠，它是大包，我是二包，混世道场住持第三包，那是大恩寺圆德法师、天地道场其他混世道场的住持都是第三包，我们贤士同修第四包，再来您的亲友、您的学生亲友是第五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个天下太平。
啊，一包老祖，二包师父，三包住持，四包就是贤士，五包啊信众。这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那么这个问题，饥饿的原因在哪里？贫穷的原因在哪里？贫穷，我也是很贫穷，我真无，不是真好呀。但是我很富有，就是有我们各位的这么多弟子，啊、哦，我是足好呀，是这样呀。啊，身上我得有偌济呢？还是得一挂南山钱呀？哦，真正的富有就是。有我们这么多的同修是最富有，这是第四包了。今晚今天你没包四包花嘿，啊，但这照的是我们每个人所结的善缘的富有，所以老祖师尊他的巧安排。老祖的几句啊，你们有空回到仙佛寺天坛啊，云梦轩桌子上那里，老祖叫磕一个棋盘啊，那个象棋的棋盘，围棋啊，围棋我不要行，老祖他要磕起来都对吧？啊，我磕起来，磕起来我行伊。我嘛不要行，有人要找我行，我干脆用八卦一个台子给对掉了呀。啊，所以难怪法轮的旁边行，机器啊不要那行。哦，这拢是禅机啊，同修。啊，那既然天命已经给我们唯心正教，我们大的天命，福报的天命。这个都是我们直接可以回到天下太平，这佛国佛净土的境界，而我们那个天命的啊，到第五包来四包来了，那如何？你们来落实这个第四包年的天命啊，怎么样来把它圆满呢？所以我们有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着这么多好几万同修们，大家要努力，要诵经为基本为开始，所以这个开始我们以诵经祈福啊，诵经祈福的法宴来转世界和平啊，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王禅老祖给我们的课题很重，但是也很轻松。重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做，才会很重；很轻松就是传很多的法给我们，
我们就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啦。而有如刚才有一位嘉义一位菩萨女士静静的盖了一座客栈，名义是客栈，他的客栈不是人间的客栈，是天上的客栈，有如大安寺就是天上的客栈，神佛这诸佛菩萨都来这里进驻，来大殿，来这里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和祈福。那么这一位菩萨把客栈盖起来花了好几亿，非常的高雅，我还没去，圆道法师与圆德法师两位有去拜访去看过了，很赞叹啊。目前我还没去看，我总能听到圆道圆德说那盖得很漂亮很庄严一起跟着赞叹。好，那么这位菩萨女士盖好了，她烦恼来了啦，那未来怎么走，未来怎么办，嘿嘿，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啦。又有如阿莲乡高雄阿莲一位女菩萨医生的夫人她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三观大帝只为大帝在常常在梦中一直跟他聊天，要他盖庙盖一间庙的设计图还给他看教他怎么画他不是盖房子了，不是盖房子了，所以他就一直按照神告诉他的，他一直画盖起来很漂亮，胜过暹罗寺的好几倍盖好了花了一两亿了。那么这位女菩萨呢突然间想到这盖好了要做什么呢，提货被安装没有滑他是当医生的要他拿住下当多少港医哦，也不对，什么都不是，哇就很烦恼了啦。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罚，道罚三千，你要得有这个法缘才能让地球就是都。所以你们要盖起来要有罚，你有罚才能够为众生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你能盖庙盖起来是天命哎，这个是上天给我们的啦。阿莲乡这一位老菩萨他就要我帮他忙找人去圆满，我说你去缘分你去找后来他就找到一位我们二十四界的师兄他去把他承担起来承担起来他也烦恼了，接下去信徒都在街路在走了不然就熟悉了怎么办如果进来也烦恼，他有藏了有什么烦恼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像刚才这一位简女士盖了这个很漂亮很庄严的山上的客栈，神佛的客栈一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请教圆道和圆德法师，那么要他们早上来跟我一起在这里聊讨论怎么处理。结果旁边坐了一位年轻人，那个就是他儿子，我画画黑的为了 接他的棒嘛，做母亲的没有想到儿子要接棒，
都跟在身边如影随形啊。啊，一般庙盖起来也希望自己儿子啊去做事业去闯一片天，没有想到你闯的天啊是人间的天啊一个角落而已啊，没有想到宗教修行的天那么宽广。所以我们各位微信弟子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天有多少天？五贵的天啊，33天呢。你有没有在诵天德经？有，那就是给各位33天，回到33天去耶。哦，所以修行的心境和一般世间的思维的境界完全是不一样的啦。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一定要修行，修行道上可见性，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啦，安听不？啊，所以啊，我们要想的，可很超越来看待自己的立场，啊，看待自己在当下是什么地方。啊，当下即住处，你现在在第十楼，啊，就是第33天了。啊，等一下要回去，也是只有一天就可以回去了啦。无论几天用得去。哦，这都是我们修行，你悟的时候就无来无去啊，无来无去的专无代志，那有来有去的专代志啊。这就是我们修行者我们的念头跟思维的境界。所以老祖师尊啊告诉我们，要达到世界和平啊，就是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负责推动啊，由秘书长圆道法师来负责，所有的基金会的会友大家共同来诵经来祈福啊，祈祷第一风调雨顺，风调雨顺想要紧，风不调雨不顺，哎呀，五谷不丰登，世界人类就贫穷了啦，啊，就饥饿。所以当下性最能够表达维新圣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就是在这里，就在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所有的董事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大家一起带着我们的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来诵经，啊，那么这就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呐，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本维新圣教的天命，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修一切圣法。圣法是以易经、风水和宗教融而也一炉。易经、风水、宗教都有广义和狭义的修行方法，其中广义的修行就是以诵经，大家念经，念经是名扬两界的心声，名扬
条。禹舜，这是名扬两界的心声。风不调，雨不顺，世间的阳界绝对不平安，民不安。所以王禅老祖才给我们一个课题，而给我们用意，知天机。用意来占卜天机有什么灾难，有什么劫，有什么劫难的时候，没有第二条路。个人的劫难就是用修身养性来防患于未然，两个人以上就是要用诵经的名扬两界同观照来做祈福的安顿方法。所以诵经的功德天不可计量。所以在这几年来，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领受了天命，要为地球世界人类的平安，要恭送千万部的经，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带领所有的维新贤士，大家努力来诵经，集合功德，每年要1500万部。这个功德来祈福祈安，这是广义的祈安，不是狭隘的祈安。所以老祖派了我们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和圆德法师在台湾整个的国内300多个乡镇啪啪走，来请支会长，拜托支会长来带领所有的会友们，大家来诵经，要有大爱，从这里学习做功定，结果都满愿了，我非常的感恩。我的第二包的责任交到第三包就把它圆满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平安。所以这个天命事先还没完了，希望各位同学们今年戊戌年，明年己亥年，明年大家诵经，努力诵经，每年咱都用的开地宫来下天宫，啊，每年第二年嘛，啊，那用地宫来拜天宫，明年在南投灯会，县政府要我们义经大学赞助一个灯会花灯。阿德蒂尼，我就请圆平法师的女儿张婉玲一起给，已经设计两年，第一年是金鸡报喜，求鸡公求国公，第二年呢，张古正今年呢高阿年呢，来高阿呢，台湾土高啊，那的。设计起来，甲咱做的人做啊，只那底啊那刷底呢，那就无啥丢。哎呦，好，那么现在好了，今年不管轰轰轰，今年呢，这选举也是轰轰轰，不要想厉害，有无？恁花动算有算掉未？大家互相相陪啊，大声大声细声。
啊，接着是台湾的民主啊，啊，他啊，明年呢，啊，底下啊，高啊，底下你啊，猪猪发财，大家底下都有发财，所以我咧讲啊，各位化缘啊，不管你们要赞助多少啊，一块嘛好，上好唔好一块，最起码爱两块，随心各班导，你们班导师哎，啊，你们帮忙收一下，好人花心。咱迄个咧，花灯的南投市，遐咧义经大学对面遐，代表义经大学花灯，咱啊主人，好啦，所以明年，凡是你若报喜有偌济呢，啊，我比方讲一块，我嘛要写一个二三年啦，吼、哦，我上较下，恁报喜较济咧，啊，我着上恁较大张咧啦。哦，我是猪猪发财。哦，这大墨宝啊，大家未来作为啊，那你合作花灯诶经费啊，这是大家共同的发财，共同发。啊，所以，那么明年的亥年，恁来爱加注意，想低的人，啊，恁来爱加注意咧，啊，莫，迄底下恁莫看袂中风诶，底下是袂中风无唔对，但是若要中风，就已经掠一台啊，吼、哦，咱人明年，啊，做低想低的，你要食物件，你就爱较强咧，吼、哦。莫缩从叫弟弟家诶，好、哦，明年收地诶爱注意，啊，收地位咧，啊，抓啦，孩子冲太岁，孩子太岁冲太岁，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太岁来冲，啊，所有劣吉仔也冲光光，爱真注意，啊，大家爱真小心，啊，明年劣四爻四火诶，啊，弱势兄弟诶，你注意。你会了钱，家己经营事业，莫去随便随便去了的。哦，那无必应该了的了，那应该了的，你就提来报喜，咱基金会开收据给你。哦，迄就无了去啦。啊、哦，所以行功立德，这也是修行嘛。所以这也是风水学。哦，风水学，风越来越去，水来水越来越去。啊，财越来越去，大家拢平安，平安来平安去，天下拢太平。哦，这也是咱啊，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咱的课题相贯穿的一个法门。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互。